上回我们说到十一娘嫁到徐府之后，第一次请安就有点为难，再到后来在饭桌上更是尴尬不已。毕竟徐太夫人一直帮着妾室乔莲房说话，尽管如此，十一娘还是忍受下来。她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到杀害十一娘的凶手。所以现如今家中权力几乎在乔莲房手上，十一娘又是否会坐以待毙？好了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锦心似玉》第9至10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77影视。十一娘在床上十分小心，徐令仪稍有动作，她便当即提高警惕。不死大姐，你们是夫妻，又不是陌生人。接着，徐令仪问起十一娘为何不歇息。十一娘只道她有些睡不着，我看你不是睡不着，是因为有她睡不着。于是她准备去看会书。徐令仪知道她的小心思，只让十一娘到暖阁休息。十一娘大松一口气，至于吗？每天都这么小心翼翼干啥呢？连忙抱着被子前往暖阁上睡。次日，徐令仪醒来，发现十一娘踢被子，她嘴角浮起一抹无奈笑容，这像极了老父亲操心的心情啊！细心地上前为十一娘盖好被子。画面一转，徐令仪主动接近国公爷，提起夏苗的射箭比赛，魏国公却仍介怀胡大人之死。别这样，大哥，前往别天狗好吗？往常夏苗都是他与胡大人一较高下，如今却一人独射。没关系，可以让徐令仪陪你，品质保障。徐令仪看着魏国公的背影，准备趁着夏苗这个机会跟魏国公谈一谈。之后，徐令仪回府，恰好今日是十一娘回门的日子，罗家少爷带礼物来拜见徐太夫人，好乖巧啊！但是看着你给这种人送礼不喜欢。徐令仪携着十一娘一同回罗府，二人拜过高堂后，罗大夫人让十一娘同她回房说梯级话。悄悄话来了，大家要闭麦了。在听到十一娘被乔莲房夺取掌家大权之后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你看吧，千万别太好欺负，不然还怎么待？没有想到十一娘这么不中用，罗少夫人为十一娘说话，大夫人让十一娘回府之后务必多听陶妈妈的话。后宅之争，先发制人，好懂，这位家伙好懂啊！若十一娘任由乔莲房，日后别说权力，就是名分也会被夺去。这个倒是，我怎么感觉到他还一副无所谓？这一天，五娘与二娘回到罗府，五娘见如今十一娘容光焕发，打从心底里替十一娘感到高兴，这才叫做好姐妹啊！不过别高兴了。二娘心底不屑，却只遮掩着自己手上的淤青。好家伙，这是遭遇家暴了呀！家宴之上，二娘看着十一娘为徐令仪夹菜，她故意提起元娘，引得气氛异常。你这人就是特别扫兴，知道吗？让人瞬间没意思。更是提起吕姨娘，导致十一娘不慎洒落汤水在徐令仪身上。十一娘的莽撞令大夫人不悦，她出言训斥十一娘。话中有意提起乔莲房执掌钟馗一事，无语了。明明是某人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徐令一开口为十一娘说话，再加上罗少爷在旁缓解宴上气氛，一场家宴这才安然度过。爱十一真的好可怜。回府途中，徐令一认为十一娘必是同大夫人说什么，大夫人才会提起掌家权之事。若十一娘介怀，大可直接商讨回来。能商讨回来吗？这话说的河马都要笑了，不必在暗地里行事。其实十一娘知道徐令仪是在暗讽她跟元娘，如今元娘离世已久，人家都已经下线了，你也不愿意放过人家。她不希望听到徐令仪说元娘的任何不是。之后，徐令仪下车时向十一娘伸出手，十一娘却赌气不肯扶徐令仪，自己下马车。好家伙，这算是给了一道脸吗？怎么那么尴尬呢？徐令仪吃瘪后，她让十一娘自行回府，哪怕身边小厮说自己没公务在身，她也称自己要回衙门。闹脾气了，铁子们！这两家伙终于闹脾气了。十一娘让徐令仪自行请便，她压根并不在乎徐令仪。徐令仪回衙门，一直堵着一口气。林波问起，然而徐令仪并未多提，可别做好吗？已经有一个了，只称续弦之事并非她所愿，她只是圆圆娘一个心愿，别解释了，解释就是掩饰了。日后只希望二人能相安无事相处。这夜，徐令仪并未歇在西跨院，文姨娘一边吃糕点，一边跟秦姨娘八卦起西跨院的事。果然，两个女人待在一起，最喜欢的就是八卦，认为十一娘输元娘很多。二人自回门后便一直冷着。徐令仪来看望徐太夫人，徐太夫人却让徐令仪多去看后院的女人，不能一直冷着几人，一个人也宠幸不来那么多人吧。所以说一夫一妻多好。徐令仪听此，这才移步后院前来见乔莲房，难得了，竟然会来见这朵莲花。莲房正在院中待一曲高山流水，他知晓徐令仪精通琴艺，故想与徐令仪同奏高山流水，你这样像极了一个绿茶粉丝。徐令仪轻抚琴弦，想起朝堂之事，他感谢莲房在自己出征之时对太夫人的照顾，并允诺的空时多指点莲房琴艺。现在好了，宠幸另一个了，十一娘你还怎么办？话落，徐令仪转身离开。只在书房里吩咐赵颖将一本红色琴谱找出来送与莲房。而莲房在看到琴谱没看到徐令仪时，心底失望。得了吧，人家已经很不错了，还来弹一首琴。次日，徐令仪前往文姨娘房间用膳，文姨娘特意准备一大桌子菜给徐令仪享用。不是吧？ 还真的开始雨露均沾了。他为徐令仪盛了一碗餐鸡汤，一碗鸡汤便价值20多两银子。你们一大早不会就开始吃黄金了？徐令仪没有想到文姨娘如此挥霍，便先行离开。之后，他来到秦姨娘处，秦姨娘为徐令仪泡茶。徐令仪欣赏起秦姨娘房间里的景图，还真是够忙啊，到处跑妈这个算是。可秦姨娘却不识此风雅之事，她一直介怀自己失去孩子，不能再拥有自己孩子之事。 你的后院里面还真的各种故事都有啊！徐令仪只让秦姨娘看开些，便离开房间。夜晚，徐令仪在房间歇息，她梦到徐家霍乱，不由得从梦中惊醒。她意外看到十一娘的身影，二人谈论几句。十一娘明确告诉徐令仪，她无意争掌家之权，就是，你不操心，你家里人替你操心。而她也知道徐令仪的烦心之事，想得太多，却又无力改变，看来是有一碗心灵鸡汤啊。 十一娘来到丹阳房中，让丹阳将心仪绣品给她查看。丹阳看不起十一娘，他本想奚落一番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人家徐令仪还不这样呢。可没想到十一娘却知晓他手中的扇面出自何处，机智吧？被吓到了吧？之后十一娘便前往二夫人那边。二夫人见十一娘端向绣品，知晓她并非只为绣品而来，愿为十一娘解忧，是个好人，快点发个好人牌。十一娘见二夫人并无恶意，只问起慈安寺之事。好家伙！ 一问就问这个事情，二夫人坦言那日一直陪在徐太夫人身边，并不知道其他线索。她劝导十一娘不要介怀于过去，把握好当下才是。话是这么说，人家杀母之仇呢？十一娘与冬青在院中看到几枝刚绽放开的花，二人踮起脚尖也摘不到花。路过的徐令仪顺手帮十一娘摘了花，你还总是恰如时宜的出现了，并提起执掌中馈之事，表明她的立场。十一娘是当家主母。 理应尽快熟悉家务，这就是特权降临吧，挡也挡不住。之后，十一娘来向徐太夫人请安，她已经查过各院绣品，都没有她想要的线索，霸气上线了是吗？活过来了。她推辞绣面之事，她的知难而退令乔莲房更为嚣张，丝毫不将十一娘放在眼里。小样，你还是嫩了一点，人家不想跟你斗而已。周妈妈是看管仓库之人，乔莲房让丫鬟前去收拢周妈妈。 周妈妈在为各院派发赎锦之时动手脚，把十一娘的份力给乔莲房。好坏的女人，要是缺钱，完全可以出去靠双手打拼。而陶妈妈看到十一娘收到的赎锦时，十分气不过，当下就不顾十一娘的劝说，前去找周妈妈讨个说法。看吧，还是有好心人出来帮忙讨要说法。陶妈妈要求她将十一娘的赎锦交出来，全府都知晓十一娘如今不受宠。好家伙，那也不必这么对待人家。 徐令仪已经好些时日没去西跨院，周妈妈仗着自己有乔莲房撑腰，她跟陶妈妈争论动起手来。你俩等着吧，这事肯定会闹大。此事闹到莲房呢，莲房执掌中馈，针对于陶妈妈，二话不说就命人将陶妈妈杖责30。你这女人也真是够无语，动不动就杖责。十一娘前来拦住莲房，莲房仗着自己有掌家权，想压住十一娘，十一娘却条理清晰，以条条章法堵得莲房哑口无言。 这就是霸气的十一娘，还敢欺负人家的人。赎锦之事虽然是莲房行事不周全，可太夫人还是想要护莲房。她在花厅上称赎锦是她分配的，好家伙，还是受宠吧。日子久了，看看谁对你最好。话中有意，让十一娘做好本分，管好自己的人。十一娘没有半分生气，只笑着应下这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吗？反倒是丹阳看不过去，斥责起周妈妈的无规无矩。太夫人只好意思，罚了周妈妈2个月月银。 回到房间里，陶妈妈为十一娘抱不平，十一娘却不甚在意。陶妈妈心有不甘，让十一娘谨记她嫁到徐家的目的，连个女下人都能记得。我说十一，你可别忘记。乔莲房穿着蜀锦新做的华丽衣裳来见徐令仪，她为徐令仪准备糕点，可徐令仪早已经知道这些事情，于是警告乔莲房不要再穿这件衣裳。你看吧，被骂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活该呀！夜晚，徐令仪来到十一娘这边，表示自己即将出去，让十一年注意点身份。 不要再惹事！你这话说的，是也不是他惹的呀。这些话让十一娘听着很不满，两人不欢而散。之后，十一娘告诉乔莲房，自己对徐令仪没有一丝兴趣，但乔莲房不愿相信。大姐是傻了吧？人家都说了对徐令仪没意思，她还是想要争主母的位置，开个 VIP 而已，有必要吗？如今，十一娘与乔莲房矛盾升级，而徐令仪虽然警告乔莲房，却也不忘告诉十一娘要恪守本分。这让人家十分委屈和生气。所以最终两人又能否和好呢？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精彩再见。